9月19日，佟丽娅出发参加米兰时装周，照片中她穿着修身短裙，好身材展露无遗，优雅知性的气质更是迷人，搭配复古短靴与雄鹰造型挎包，别致有型，自信优雅的佟丽娅魅力十足。一直以来，佟丽娅的姣好的容颜被网友们赞不绝口，每一次的路透照，佟丽娅总是美艳十足，毫无瑕疵。对于娱乐圈中的女星来说，无滤镜无修图确实是其中的一大考验，不过佟丽娅却是能够轻松驾驭。近日，佟丽娅受邀担任法国旅游推广大使，拍摄浪漫唯美的法国旅游宣传片，带领游客身临其境，领略法兰西自然与人文风光。一身简单的白裙飘逸，红色爱心更显浪漫，变色闪亮，优雅高贵，裸色拖地长裙尽显小女风姿，白色套装加黑色腰带，简单干练，整个人看起来气场十足。无论是精修图还是无滤镜，佟丽娅都展现了她独特的美。其实佟丽娅就是那种妥妥的气质女神。佟丽娅在上学的时候还是学校里面的校花，所以说佟丽娅真的是从小美到大。